大家集合，我们来了。我打算开展一个拆卡比赛，你们谁拆到最好的牌就可以享受一个月的小蜘蛛按摩服务。是的，还有此等好事，有意思。看我今天欧皇附体。那么比赛开始。小蜘蛛，你负责监督，我去趟厕所。我先来。中中中中，怎么没有中呢？中，这不科学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中中中中，耶！我猜到了，哈哈。杰德，你还敢吃我豆腐？你在作弊？你想吃我拳头吗？大佬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时间到了，你们谁开的卡牌最好？我开出了白金U啊，这场我赢定了。这明明是我拆的卡。小蜘蛛，你是裁判，你说这卡是谁拆的？是，快说是谁。是他拆出来的。好你个贝老黑，你居然作弊。完了，我指的明明是贝老黑呀。蜘蛛哥，谢谢你还我清白，你的按摩服我就不要了。给个关注吧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给他做按摩呢，这样更好吃。是吗？那我尝尝。先别动，我还没做好，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奇奇怪怪，那我先走了。嘿嘿，我们继续吧。还挺好吃。好吃我再给你做，嘿嘿。不要！他这是怎么了？兄弟啊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。他说他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怎么感觉你俩今天怪怪的呢？给个关注吧。气死我了。怎么了？好歹给我留一口。你看看你都胖成啥样了，不准吃。你竟敢说我胖。不服的话你去问问大家，咱俩谁更苗条。我和卡罗米拉谁看起来更胖呢？小蜘蛛你先说。在我心里当然是你最美丽啦。小蜘蛛你说话小心点。那个卡姐当然也很漂亮啦。你说了等于没说。贝老黑你说。那个还是冰冰看起来更苗条。怎么样，还是贝老黑敢说真话。石心熊你来回答。我更喜欢冰冰。难道我真的要去减肥吗？别往心里去，都是人情世故，我永远听你。滚你这个两面派。点个关注吧。你怎么变成了机器人了？我本来就是机器人啊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想吃山药碎片。好的，马上给你找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你是不是生病了啊？我还是喜欢以前你和我吵吵闹闹的样子。我是机器人，不会生病。你就给我装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待机了。那怎么样才能恢复？需要主人亲我一口。那你闭上眼，你过来。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啊？老爹怎么是你啊？小战冰冰便宜，还轮不到你。这下不装了吧？给个关注吧。哼，什么破卡啊，都不要了。哇，这么多卡，白金U2你都不要？这怪兽太丑了，我不感兴趣。哼，你怎么玩起卡牌了？还不是想要更好的了解你们。上次我说我不认识泰迦，居然还被嘲笑了。我的心好痛，你居然不认识我。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找你玩。哦，好漂亮。盯着我看什么？因为你好看啊。完了，又一个犯花痴的。让我带你飞好不好？完了，这小子怕是要完了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，竟敢招惹老娘。女神，我喜欢被你用小拳拳捶胸口。是你，点个关注吧。都给我站好。你谁啊？冰冰让我来管教你们，你看看你们这懒散的样子。你算哪个老六，敢管老子？小的们给我上。快走开。你竟敢伤害贝老黑。小的们让他也尝尝苦头。起开。你也想试试吗？我还是算了吧。快给我干活去。诶，这是什么？你是谁啊？居然还活着。点个关注吧。大家集合。怎么了？这是很郑重的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。
我们……你快说，我们怎么了？我们破产了。那我们接下来何去何从？哼，我看还是散伙得了。要不杰德去卖艺吧，大伙肯定喜欢。啊？这玩具会动又怎样？这么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没有啊，这也忒丢人了。不，我才不去卖艺呢。你这么强壮，倒是可以去刷盘子。这些盘子今天刷不完，晚上别想吃饭。是是，老板。不，我拒绝给人打工。哎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咱们临时怪盗团看来真要走到头了。大家说我们该去做什么呢？点个关注吧。开始。哟，干什么呢？拍段子呢。你怎么拍起段子来了？我寻思咱不是倒闭了吗？我想着我要是火了，咱们就能赚很多 money 了。呵呵，你真的觉得你能火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卡路米拉和贝老黑吗？那行，你加油。哎，话说那两个人呢？那我去找找。老爹，你快醒醒，你怎么还在睡觉？临时魔盗团已经有生存危机了，你怎么还睡得着觉？反正都已经这个情况了。想赚钱吗？不想，现在破产了就没活干，不用干活我舒服死了。那钱你吃什么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最近在研究拍视频，你多少也帮点忙。得，我干啥？哎，你不是挺壮的吗？你干脆当健身博主算了。这我都老长时间不练了。没事，你要不先做个俯卧撑吧。就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行了。行了行了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哎，卡路米拉呢？在那没事伸腰呢。嘿，卡路米拉，我要走开，不要打扰老娘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哇哦，你今天好靓丽。马上要开直播了，我不得打扮一下吗？第一次直播拆卡，别太紧张哦。嗯，放心吧。那我开始了。啊，刚才什么声音？怎么了吗？哎，是谁的声音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在那杯水里做了什么手脚？冤枉啊，不关我的事。刚才有个人应，我们开军。你们先去，我马上就来。哈哈哈，这些货我就带走了。你们找啊！里面的东西只有我能拿，赶紧给我滚！冰冰的解药我就放这儿了，他们一回来就能看到。呜呜呜呜呜！点个关注吧。你们帮我把充电线扯过来。啊！你们怎么了？我赶紧叫医生。啊！好痛啊！刚才怎么了？贝老黑，你声音怎么了？我怎么了吗？这软软的是……我怎么好像看到了我自己？我们互换身体了。哎呀，老爹老爹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喊我爹呢，跟你有啥关系？老爹，我跟你说。你干嘛？别碰我啊！要不再颠一次，说不定身体能换回来呢。快过来啊！等等好痛啊！等等，这根本不是我啊！哎呦，我的身体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冰冰，我怎么还没恢复啊？那个，我还是先溜吧。点个关注吧，大家集合。什么情况？今天有粉丝私信我们，告诉了我今年版的拆卡技巧，咱们来试试。嘿，嘿嘿嘿嘿嘿。哟，你这速度还挺快。贝老黑，把盒子打开。嘿，来找一找右边第四包，中间第二包，咱们看看这两包能不能开出 JP 或者 WCR。我来做个欧气。那我们开始，让我们看看第一包出不出呢？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喽。没有哦，再来第二包。哎，是不是我欧气不足啊？这两包竟然都没开到。大家还有什么拆卡技巧？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你是不是有个伙伴叫彩彩熊？你见到他了吗？你跟我来。你伙伴就在里面。哪有啊？嘿，好，哦，放我出去。哈哈哈，搞定。我们发现个宝贝，快跟我们来。你看看下面是什么？垃圾桶啊。那你下去。啊、我要去告你们。做反派的感觉真自由呀。终于不用再装好人了。
吉德说你们故意搞破坏，冤枉啊！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你居然这样怀疑我们？好啦，别哭了，我知道你们俩都很成熟可靠，可不能捣乱的。他们在那演戏呢。在我印象中，经常捣乱的人怎么是你呢？我冤枉。行了，我不追究了，希望大家和平相处啊。我们可不希望和平。给个关注吧。今天我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别说垃圾话了，放马过来吧。嘿，看我奥特飞踢。哇哦！啊，这谁干的？是他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杰德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别打我，我给你说件好事。那你说来听听。我能把泰迦喊来给咱打工。泰迦？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是谁？不认识。他你都不认识啊？别。终于逃过一劫。嗯，小蜘蛛，你给我等着。给个关注吧。